祥先生 Mr. Chen King Chen 陈淑薇女士 Ms. Chen Shou Mei 张宇女士 Ms. 张宇麦华章先生 Mr. 麦华章黄杨乐先生 Mr. Wang Yuan Le 叶启荣先生 Mr. Yi Kai Wei 赵迎春先生 Mr. Ronald Chen 请主礼嘉宾就座 All our guests of honor尊敬的李刚主任，尊敬的江宇女士，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各位同行，大家好。各位嘉宾，各位朋友，今年无论对我们香港还是对我们国家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在我们香港选出了新的特首，新的立法会，我们梁振英特首正带领他的团队实施新的发展战略，开创新的发展局面。而且我们国家十八大的召开将为我们制定新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部署。我们相信我们新的领导一定会带领我们走进一个更加生机勃发、兴旺发达的新时代。那么在这样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时期，我们香港媒体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取态，有什么样的作为？我想我们媒体始终以民意为依归。那么我们香港的主流民意是什么？就是梁振英特首的当选已经充分说明香港的民意希望政府做事，希望香港发展。我们全国也是这样，要求进一步加快改革发展的呼声越来越高。我想各界对十八大和十八大产生的新的领导阶级的最大的期待就是加快改革发展，因为只有改革发展我们国家才能强大，只有我们国家强大才能维护我们的主权和尊严，才能维护我们的领土和领海的完整。那么我们香港媒体主流媒体是爱国爱港的媒体，也是负责任的媒体，因此我们的报道和评论都应该坚持改革发展这个方向和大局。最后祝我们祖国强盛，祝我们香港繁荣，祝大家身体健康，谢谢。请大家鼓掌，谢谢各位对新闻界的支持。请大家合影留念。Thank you.